掌声在这里呢。非常感谢各位齐光浩的各位来宾，莅临我们四个人两对年轻人的婚礼，我们给大伙鞠个躬吧。谢谢啊。在我们的婚礼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四个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北派我头阵。那好，我就来说一下，我抛个砖引个玉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跟您叫，现在叫林叔叔，还是应该叫岳父，这个时间点蛮尴尬的啊。我先请您上来吧。我想共同问您一个问题，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这么好的一个日子，为什么您不借着这个机会也向您的爱人，就是我们的朱阿姨也求个爱呢？哎呀，林叔，我跟琪琪俩送你个东西啊，这个是我们昨天去挑的，琪琪呢，她最了解阿姨的尺寸了，所以说，这束鲜花是您的女儿送给您的，想请您把这束美丽的鲜花送给您的爱人。音乐。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，可是老爸，女人是用耳朵谈恋爱的，所以啊，现在你要加油向前冲，把你的爱表达出来，好不好？你别闹了，别让大家看笑话。老妈，依依说的对啊。今天咱们必须让林叔叔大声地把爱给喊出来。孩子们说的对啊，我不应该把你对我的好都藏在心里，我真的很幸福。说好的爱呢？错避重就轻啊，必须重说。琪琪，他不是那种能说甜言蜜语的人，别逼他了。那不行啊，我们当时求婚的时候，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死的心都有了，是吧？就是，林叔，现在就差你一句话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朱敏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请你嫁给我。恭喜！祝福！这次我回美国之后，特地为你去见了一些我之前的合作伙伴，他们对你的动漫国粹乐园非常感兴趣。啊，这个是合作协议书，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。谢谢你，赵雪，谢谢你这么厚的一份礼物。
其实我想拿这份礼物换一杯喜酒，不知道朱明肯不肯赏我这杯喜酒。愿意，当然愿意了，谢谢你赵贤。其实我更想谢谢你把我女儿照顾得这么好。哎，我说陈鑫，那下边怎么继续啊？下半天该我们弄了。大家好，本来啊今天这种场合是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了，但是我必须得说几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他们俩的媒人呢。媒人？那你跟我们各位来宾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帮他们做媒的。你看啊，这当初要是不是豁出去我妈的烤串摊子，他们俩能恋爱吗？要不是当初我给林佳一做驾校教练，他们俩能互相看对眼吗？所以说呀，我和我妈那就是孙悟空取经路上的妖精，这所有发生的事情啊都是考验他们俩的心成不成，我们俩的贡献那大了去了。那就让我们二位新人先拜谢你吧。不用不用，还是让他们俩赶紧把婚结了吧，以后别再出来霍霍别人了就行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闹多费一句话，我就把你所有相过亲的女朋友的名单给你现任女朋友。哎呀，别闹，我开玩笑呢。